网络上曝光一组奶茶妹妹张泽天的旧照，照片中奶茶妹妹身穿蓝衣白裤，一袭校园风造型，开心放飞白鸽，露出甜美笑容，十分清纯。此组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留言表示，年轻真好，真的好漂亮，张泽天的身材真的不错。还有人调侃道，真的好漂亮啊，可惜我们强东哥脸盲，哈哈哈。据悉，张泽天凭借一张拿着奶茶的照片在网络上爆红，被网友称为奶茶妹妹，一直是大众心目中的女神。同京东 CEO 刘强东结婚后，在镜头前愈发优雅知性和自信大方。张泽天自拍皮肤白皙，人和少女一样美丽，刘强东卖力地为她摇桨划船，奶茶妹妹还哼起了歌，说话小船，夫妻俩真是太甜蜜了。张泽天1993年11月18日出生于南京，网络红人。2009年因一张手捧奶茶的照片走红网络，被称为奶茶妹妹。